我是刚刚的车长来拜师呢。我是刚刚的车长来拜师呢，10月1号，那个太麻里平交道，太麻里平交道。8:35，手牌号是3174。新左营发车，经由南回线开往花莲的彩莲之桥，准备通过了。8:35。在著名的樱花平交道，这可应该像晚上。准备通过3174的餐饮之桥。加餐厅行。九元内来进啊。耶，拜拜！我的3174，九南回线开往花莲的地啊。三线行九南边主站之前，我在太麻里边了，已经动过了，谢各位观众，拜拜，感谢各位，再见。